盘点网络上人类的迷惑行为。看我漂移180度。别看我是个厨师，基本上所有球都能接住。本来我在这待得好好的，他非要给我眼镜卸下来。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，吃不起肉夹馍，可以用馍夹肉。你看我准不准就完了。打台球这种绅士运动必须敬业。你们对平衡感一无所知，知道怎么用轮滑走秀吗？第一次见这种饭店，这个店名好啊！哟吼！今天修个柱子，新买了一个西瓜，就用它来练练手吧。见过敞篷半挂车吗？租了一条船，师傅说他的船很快。来，不要怕，我能抱住你。给大家看看我们大厂研发的新车，顶级 TPU 隐形设计，上车效果啊，轮胎贴不上，没隐形，整车全部隐形了，效果非常完美。你知道什么车的吗？女朋友怕我饿死新做的包子，算了，我还是饿死吧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投入了。我们给大家唱一首《孤勇者》，是不是玩不起？平时输点知识液，睡觉照样长知识。好困啊，昨天没睡好，这个弯心不过了，睡一会儿。今天的自行车好像有点费力啊，你见过这样的发型吗？把我的这个老家伙修一修，还是可以继续用的。做事情必须够严谨，核酸排队，说一米就必须一米，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往后退。这鱼就得套上游泳圈，不然怕淹死。碰见一个营销鬼才，作为一个专业的开馆人士，你把这些小广告贴在门外，根本看不出你的水平。哎，你看这个大哥直接他妈贴我屋里，好，下回开锁我就找你。